家好，我是小撒。中文版目前的新植物不少，也有同学跟小撒留言好久，说没有做歌魁舞蹈视频。那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看这些新植物在向日葵歌手的歌声下是怎么样的舞蹈吧。一、钩爪伽蓝。二、凤仙花射手，这是完全禁止了。三、火鸡投手，小紫英还蹦得挺开心的。四、铁锤男。五、虎头菇。六、气流水仙花。七、巨人三足。八、烈焰火爵。九、地锯草，小锯片转得挺圆。十、鱼钩草。十一、树林护卫。十二、凤帽菇。十三、魔法放红花。十四、黄油毛茛。十五、刺果流星锤，这植物含胶量太高了吧。十六、激光黄光花。十七、双生卯兔。十八、流棒击球手。十九、公主弹簧草。二十、突击足冰。二十一、僵尸豆荚。二十二、上北蓝法师。二十三、杰克南瓜灯。二十四、豌豆药剂师。二十五、长枪球男。二十六、吸血牛肝菌。二十七、南瓜头。各位总结下吧，你觉得新植物里谁的舞蹈最好看呢？移植和原创植物差别大吗？